今天拍到的地点是大湾高中附近，开始吧。去年在那边卖了一部，
大安高中这边就这样子结束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，下一个点也在附近而已。OK， 哇，这样子也七分钟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其他的部分我会再慢慢发，谢谢大家收看喽，拜拜。